今天啊，我们在这里啊聊我们相声演员的工匠精神。嗯，我觉得呢，有一些人是我们不能忘记和不能略过的，而这些人恰恰和我们的姜昆老师有非常深的交集。那么为了做好这一段的访问，我们对我们的舞台进行了特别的布置。Yeah. Please tell me that I can't, that I won't, that I fail, that I'll never make it out. Yeah.Please tell me all the bad, never good, fill my head. 老师马季，那么这是我的师爷了啊，是侯宝林先生。你看，我跟侯宝林先生照相的时候呢，他戴鸭舌帽，我也戴鸭舌帽。这个马季老师穿西服，我也穿西服。中国有句俗话，叫傻子过街看街坊，街坊吃什么，我吃什么。那我也该换一个姜昆老师这样的衬衫，我觉得长款。之前啊，跟姜昆老师在沟通的时候啊，我们到姜昆老师说，您接触了这么多的艺术大师，哪些人身上最能看到工匠精神？姜昆老师就给我们提到了照片上这两位，一位是侯宝林大师，一位是马季先生。其实我想呢，从老师的身上能看到他们那种精益求精的刻苦精神，那都是很细微、很细小之处。我先说说我的这个师爷侯宝林，我就跟他呢在一起，等于替他的捧哏呢在那儿帮助老人家呢背背词儿啊，是吧？完了以后回忆回忆过去的老段子。那么在这一段的工作时间呢，我就看到了侯宝林先生那种技艺的那种精，精到一种什么程度呢？有一次，我演了一个相声，相声叫吆喝，我就学了一个过去北京卖西瓜的吆喝，快来先看然而高啊，后长块嘞，吃了杯黑穿那么大块，杀了口添了两个大嘞，吃了杯黑闹快茶。底下听完了，哎，就跟你们一样，听完了都鼓掌。我呢也沾沾自喜。那么有一天我见到了侯先生，小江啊，你那货声是跟谁学的？侯先生这声音，或者跟谁学的？您看侯先生，我这哪点不对？他说你听过这个卖西瓜的吆喝没有？我说我没有。他就说，你知道吗？你这一趟子是三个地方卖西瓜的，你怎么能把它给连一块儿了？哪有那个东西南北城你给搁一块儿吆喝的？这人哪儿来的？他还问我，你们那个龙福寺口有没有卖晚报的？我说有，这我知道。他说你学学，北京晚报买张报酒，晚报两分买张报酒。不对，这是一个。还有没有？去了晚报你买着报酒，晚报两分钱你买着报酒。不对，这也算账。还有没有啊？我说还有的大概就是晚报两分，可能我记得的就是这么三种。他说对，他说你刚才唱的这段西瓜，你就等你把这个三段你给连一块了，你给我连一块你试试。哎呦，我让我一练，我说饿了急了晚报你买张报酒，晚报两分钱你买张报酒，北京晚报两分报酒，晚报二分。我这什么玩意儿？对不对？我一看一下就明白了，我就明白了。就是说这个老先生啊，他说的你可以不会，但是你不能够装会。我再可以讲讲马季老师对我的要求。马季老师应该说是咱们新社会成长起来的第一批我们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没错。那么他作为我的恩师来讲，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创作，他每一篇创作都是跟生活当中特别紧密的关系，生活当中有什么他写什么。所以他要求我，就是你必须要好好创作。他说一个演员你在舞台上你的生命究竟有多长，取决于你的创作。你能够创作多长时间啊，你就能够在舞台上战斗多长时间。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几乎都看到了精品相声是怎么样产生出来的。那都是彻夜未眠，天天在那写。那个时候呢没有电脑，只能拿着啊有圆珠笔了，还不错了。写完了不满意，传吧传吧扔到纸篓里，一遍一遍的写，一遍遍改。
我呢需要陪着师傅在那儿写，我在旁边给他擦擦汗呐、啊，有的时候给他轰轰蚊子呀、啊，经常是人家写的刚刚开始两篇的时候我就睡着了、嗯、等我睁开眼的时候老师那一篇一分已经写完了，对，因为年轻人一睁一闭一篇写完了但是姜老师一睁一闭马老师写完了，嗯，二十多岁的时候、嗯、真的看到了就是马季老师那种敬业精神。我觉得马季先生他是一个严重睡眠不足的人，总是熬夜写节目。其实我觉得姜先生也是一个严重睡眠不足的人，像我们那个朋友圈里边基本上每天最晚一个发的可能是姜先生，最早发的那个又是姜先生，五点多起床然后开始要写东西。戴尔成老师就说，姜头啊这身体可太好了，早上六点钟给我打电话跟他起来，又吃早饭又参加活动再使个活，一看表才十点，我说这一天怎么这么金火。